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介绍的疗剂叫做 Anacardis Avensis， Anacardis Avensis， 英文名叫做 Scarlet Pimpernel， Scarlet Pimpernel。 我暂时的翻译呢是叫做玻璃梵瘤，主要是一种植物。这个疗剂是一个整个植物呢，是一种有紫花的品种，嗰种呢类嘅植物，咁喺佢未出花之前咧，就攞佢成个咧就系、是、采用，就将佢咧系打碎到成为一个浆糊，咁就跟住咧就榨汁，咁呢个嘅压出嚟嘅榨汁咧，就再用嗰个加酒精同等份量嘅酒精咁嚟到用嘅，好啦。咁呢個療劑呢，其實主要係應用喺一啲我哋常大家都認識一種叫做主婦手，係一種皮膚嘅問題嘅。咁大家如果有機會遇過有啲人呢，可能自己都有經歷過一種主婦手，個皮膚好痕啦、乾啦，好似佢爆嗰啲好似谷類嘅好似個米嗰啲谷糠類嗰種咁樣爆啦，尤其是喺個手同埋手指之間出現嘅，咁尤其是手掌下咁出現咧潰瘍啦，或者腫脹啦、關節啦、皮膚咧乾燥啦，同埋呢啲咁嘅皮疹一個圈一個圈嘅，咁亦都有出現咧係嗰啲細嗰啲水滋水泡一群一群嘅水滋。又刺又痕咁樣嘅，咁又滲透一種黃黃啡啡嘅淋巴液，咁好快咧就變成乾乾硬硬啦。呢種咁樣嘅水泡咧，通常咧就喺個皮膚下面嘅。咁呢個療劑咧，亦都會幫助咧係即係嗰個排除咧嗰啲刺嗰啲木刺落喺個皮膚嗰度嘅。咁呢個療劑咧，我經常咧係過去咧就主要都係用喺一啲好典型嘅主婦手，個效果非常之好。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
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